还有看鲍鱼在跳舞，跟外面看到的会旋转不太一样。这一只通常不怎么转，不过知道它在动。也不是说残忍啊，反正各国就有各国的饮食习惯啊。那日本人也有吃很多很多活的东西，其他国家也有，就尊重别人的饮食文化。我们来看鲍鱼跳舞。